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 Game Life Chase Studio 啊！今次翻到嚟就系教一教 WhatsApp 入面点样可以用一个嘅贴图啦，咁成个流程点样制作一幅嘅贴图嘅。咁我哋首先要下载嘅就系手机嘅一样嘅 app 啦，就系呢一个嘅 app 啦。咁啊打翻呢一个名啊嘛，喺呢个 Google Pay 个商店度咧就下载呢一样嘢。咁下载咗之后咧咪开启啦。如果你有个电话身上咧，即系电话嗰度咧有个 PNG 嘅 file 档啦 ，PNG 就系一个图片嘅档案啦。咁如果你有嘅话咧，佢就会侦测到啊。呢一张就系我之前整噶啦。咁而家我都会手把手再教大家点样去整一张出嚟嘅。好啦，咁下一步嘅就系咧入去呢一个嘅网址。咁呢个网址我将会咧喺个简介或者系个网喺呢一个嘅剪片嘅时候再后加呢个网页啦。咁首先你就要准备一张嘅贴图嘅，系啦，准备一张贴图，咁就系啦，做一做个去背嘅工作啦。好啦，咁就系呢一度，咁我就揾咗呢一张嚟做示范咧。咁首先要做嘅都比较复杂啦，系啦。咁啊呢只系我其中一只嘅猫嚟嘅。咁首先要做嘅就系咧去背嘅工作啦。咁可能咧有啲人唔知咩去背啦。咁其实去背呢一个嘅意思咧就系代表咧，将唔要嘅地方嘅一啲背景啊，咁就铲除啊，系啦，咁啊甩走佢，系啦，甩走佢，咁啊慢慢扫下扫下啦，咁呢一个就系一个去背嘅工作啦，咁但系其实去背就比较麻烦嘅，系啦，因为你要沿住嗰个边咧嚟一路涂嘅，譬如可能呢啲位啊，呢啲位啊就可能唔要呢啲位，同埋。咁最主要就如果讲紧只猫系本体嘅话，咁只猫啊当然唔可以甩走啦，系啦，除咗猫以外嘅都可以甩走嘅。咁而家就示范一下啦。好啦，咁其实呢啲都唔系咁理想嘅，做一个去背，因为佢啲毛咧实在啊。因为如果你喺度就咁样 cut 咗咧，佢会好奇怪嘅成件事系啦。譬如咁样 cut 啦，咁啲毛就整走佢啦。咁啊啲毛整咗，其实都唔系话唔得嘅，但系会奇怪咗冇嗰个忽毛嘅。好啦，咁我决定咧开个另一幅啊，因为我只猫嗰个咧就太难搞啊，太难搞，咁啊比较简单少少噶啦，系啦，可能简单少少，因为我都搞唔掂啊，系啦，唔系搞你，不过需要时间太长啦。咁啊，做一做呢一个啦，做一做呢个嘅小蓝啊。首先咧，到右手边就 copy 多一个，以防万一嘅。咁之后就整咗一个先，系啦。咁啊呢一度就开始涂啦。其实呢一度就可以用呢个魔术棒，因为你见到个背景咧都系差唔多颜色，就可以先将呢一度咧就先铲除，系啦。咁啊最后就系用呢一个嘅笔啦，系啦，最好就用呢个扫。咁啊20啊，大概到50左右啦，50咗咁呢度再开始涂啦。好啦，咁啊卡下卡下，好似太得滞，50，咁啊25啦，系啦。最紧要就唔好太大，都唔好太细啦，系啦，唔好太大，唔好太细。若用嗰啲咩，有时咧有啲人就讲用阴力啊，呢个时候就要用阴力咧，用阴力咁啊铲一铲。呢一度位就你会见到小蓝呢个位咧有三条头发嘅外帽啦，称之为。咁啊睇一睇啊呢个位，再近啲嗱，呢度见到咧你三嚿嘢嘅，咁就小心啲啦，再细啲啦又要啊九。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其实都很难看，因为它又灰灰地色呢又剩都挺麻烦，不过不要紧。基本上都大致上就差一点点东西，差一点点东西基本上都完成的。这些位置就不要的，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小蓝的样子和其他一啲嘅动作啦，一啲手势咁，所以呢啲柱嗰啲就唔属于佢嘅，就可以整走啦。呢一度都系用翻个扫，系啦，扫翻走啲嘢。咁呢一度就冇球扫走嗰支棒啦，呢度就留有呢一个佢嘅手，系啦，佢嘅手喺度。咁啊，呢度再 cut 一 cut 啊，呢个位都啊，呢个位就最难嘅。呢个位因为你见到佢揸住嚿嘢，呢个应该系有啲化石之类嚟嘅。咁我再 cut 一 cut。再数一数，呢度15应该差唔多啦，差唔多，9，呢度可唔可以再细啲啊？好似冇咯，最细系9，啱咪仲有得教，自己教要5啊。咁我见话我留意到呢个位都系啊，系咪空嘅咧？定系咩嚟噶呢个位？
我留意到呢个位置都系可以唔要啦，咁就可以细致啲就将佢铲走嘛。咁呢啲灰灰地嘅位置都可以拎走，咁大致上就完成啦呢边。跟住之后我哋睇下仲有冇啲咩先，教翻大啲先啦，太细唔系，冇太大都唔好，太细都唔好。咁啊，再稍微 cut 一 cut 呢位啦，就唔好黐近埋啦。如果黐近埋咧，就会成幅消失晒。咁最主要就系将嗰啲嘅起角嗰啲位咧，全部收走啦。起角嗰啲位全部收走。OK， 仲有冇咧？睇下先，应该就冇啦。咁譬如你想加字嘅话，就可以喺度加只字啦。譬如可能系咁啊，一切尽在掌握中啦。一切都尽在我掌握中。咁啊，你可以咧就打直或者打横都得啦。咁其实呢度试下打直个效果先。打直个效果就系咁样啦。呢度就唔可以教200，咁啊教140都唔得。70都唔得，要分开咯。同埋佢隔得太远啦，呢一度咧就你会见到呢一度就冇咗一啲，咁所以要 cut 紧啲咧，系啦，呢一度就 cut 紧啲，跟住再开多行出嚟，系啦，咁啊可以摆到成两行嘅，咁啊最紧要啲字型要一样，你唔好字型唔一样，但系你又系讲紧同一样嘢嘅，即系可能系成个句子嚟嘅，原本你就整两个字型咁就唔得嘅，咁呢度都加翻个外光云落去啦，咁其实外光云使唔使咧？橙色都得嘅，不过太劲啦呢个，咁啊五点大小差唔多啦，咁之后就 copy 呢个图层样式，再贴翻好啦，咁啊大致上就系咁啦，咁基本上一幅嘅 PNG 图乜出咗嚟啦，跟住之后最紧要做嘅就系保存啦，当然系用翻呢个 PNG 嘅格式。好啦，咁如果想留底嘅话，就加埋个 PXD 就可以上翻呢个网站去。做一个修改嘅，系啦。咁而家做嘅嘢咧，就系将呢幅图放入电话嗰度啦。咁电话其实冇乜所谓，摆喺边一个位置都冇乜所谓嘅。只要将头先嗰个嘅修改嘅图片咧放入电话度咧，佢就可以侦测到入呢幅图啦，就会见到咧已经入咗去噶啦。咁啊揿翻 add， 咁就可以 add 晒所有嘅图片啦，即系嗰个 file 嘅图片都会有嘅。咁其实就最方便嘅就系将所有嘅 PNG 档都放落同一个 file， 等佢慢慢侦测啦。咁照道理嚟讲，其实佢自己个 PNG 系统都可以侦测到嘅，即系你个电话上乜嘢 PNG 佢都收到嘅，好似而家咁四个都有啦。咁上面嗰啲我就唔知点解有嘅，可能系一啲 app 唔知单。我哋就自动下载嘅，咁啊 add 咗之后，我哋就睇一睇 WhatsApp 嘅效果啦。好啦，嗱呢一度咧，你就会见到咧已经出咗嚟啦，呢一个嘅图片系啦，可以不断用啦。咁啊，基本上都吓、教学就嚟住呢度先啦。咁其实最麻烦嘅地方就系嗰个嘅去背嗰个位置，因为去背就比较复杂嘅，系啦，比较复杂，可能啱啱接触嘅时候就唔会太清楚啦，因为去背呢一样嘢我都唔系一上手就识嘅，因为都比较麻烦啊，系啦，你好难去电脑喺电脑面前系咁喺度扫啊，系啦，冇翻咁上下一个嘅经验咧都好辛苦嘅，系啦，咁如果你有接触开呢个去背嘅一个工作咧，咁其实都几易嘅，系啦，非常之简单啦，系啦，咁今次教学嚟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见，拜拜。